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趁着有个工具人来我们家的时间啊，来做一下一个简单的 room tour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生活了2年的地方。来，跟进跟进，我们一点点来看啊。首先，我们从厨房开始啊，我这个房间应该是标准的 1LK 的这么一个造型啊，它当中 K 当中一个 kitchen 就在这里。那我的 kitchen 非常简单啊，这上面一根大大的烟囱管子就这样排风排出去。然后我一个人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水壶一个铁锅就够凑合了。大致就是这么一个状况，然后米嘛放这里，然后一个小水斗，这个小水斗是我们这边唯一一个水斗啊。我基本上早上洗漱啊，还有洗菜什么，通通都靠这个水斗啊。这个水斗看着有点破旧啊，大致就是个非常简单一个小厨房啊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后，这边是我们的客厅啊，我们的客厅非常小啊，等于就跟厨房是对半开的，跟厨房本来是一个房间，这个厨房是隔出来的。然后我们这边装了一个小搁架，然后就一张桌子，一人用的电饭煲，小电饭煲，一个人吃饭够了，再加一个小冰箱，然后门上面挂着点塑料袋，背后嘛这边电费单子都收在这里的，然后这边放了一个可回收物的小袋袋，平常如果牛奶盒喝满了就直接倒下去了，这边一个购物袋啊，平常如果出去 shopping 的话就会带上这两个购物袋，来看一下冰箱。我们家的冰箱空空荡荡啊，基本上都没有啊。最近单位全家在打折啊，就每次都是买2盒牛奶回来。大致就是这样，目前已经把库存清空了。上面啊这边有时候会放些乱七八糟的，上海市居委里面发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小本子。我住到现在已经发了3大本了，意义不明啊，各种健康，各种健康，真的是。行，那我们继续往里走。来到这边一个小柜子，这边小柜子原房东的话，他应该是做一个小酒柜的啊。然后我这边前两天刚刚是，从网上是进了一大堆的零食，然后就瞬间把这边塞满了。看咪咪虾条啊，旺旺仙贝，乱七八糟东西通通塞满。然后最底下一层因为比较重嘛，我都放了一些储藏用的食品啊，比如说像这个梅林的猪肉罐头，对，清蒸猪肉罐头，然后午餐肉啊，还有这个三文鱼，这里面还藏了2盒大军粮啊。这个英军的军粮跟法军的军粮，2大箱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啊。买回来一直是想做开箱的，但是没有什么时间吃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厕所，我们单独的小厕所啊是没有干湿分离的，就非常非常小啊。然后平常是站在浴缸里面洗澡的啊，然后一个小的洗衣机里面就塞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衣服，一个人住嘛，反正大致就一周的破衣服通通都扔在里面，然后挑个周末晴好的天气啊，就把它滚滚滚滚一下子全洗掉。哎，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厕所，独立厕所已经很满意。然后啊，就是我们 YLK 当中的 Air Living Room 啊，那这非常简单，就平常录视频还有工作的地方啊。先从被窝看起，被窝是我的小床床，这边房东留的是一张双人床，感觉稍微有点大，一个人睡的话，我还是放了2个枕头，然后因为感觉床的太空啊，所以就放了一个宜家的沙发上去。然后上面是一幅地图啊，我们家必须要挂地图，这个地图位置很有讲究啊。看啊，我们这个头上顶着中国啊，然后背后是脚踩着是地球，是世界地图啊，有没有非常牛逼？有没有？然后在中国地图上面插了一点小红旗啊，就是说我目前去过的一些小地方啊，稍微就做了一下标记，大概就去了这么一点点小地方。然后在这里，这边就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杂物台。这边是那个 VR 的定位器，然后上面堆了一堆箱子，一路转过来，往外面就是小阳台。我们的阳台是没有封死的，楼下很多人家都把阳台封死了，这也是我看中这样房间的原因啊。如果天好的话，可以出去，吹个风，晒晒太阳。阳台上因为只可以直接晒到阳光嘛，可以种点东西。之前种了有点东西，但是现在全都死光了，现在存活的只有一盆葱，就不给大家看了。种到现在，种过什么？多肉什么全都挂了，现在只有一盆葱了。然后绕到这里啊，绕到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死宅的生活区啊。这边上下层的小书架啊，然后就一路摇下去，就顶上面放了 Kian 的照片啊，然后往下一些小手办，这些手办都是盗版祖国版的劣质版本啊，非常便宜啊。真的手办正品的话，我基本上都已经塞到床底下去了。然后这边电脑、Switch、手柄，然后 VR 的头盔，通通都堆在这个小桌子上。这个桌子有点太小了，有时候经常感觉东西堆不下。
看一下这边的小橱柜，小橱柜的话，大部分的手办都已经是被我给收掉了。你要入镜了，镜子没看到吗？有拍到你的，应该拍不到脸，我的工具人要露脸。接着这边最顶上是放了一点比较轻的东西啊，就小手办，然后下面塞了一点乱七八糟的，这个出去晾衣服的时候要用啊。这边有放了一点小的洗漱用品吧，因为之前有段时间住酒店住的比较频繁，所以顺了非常的多的备品回来。啊，这边还备了点香水的小样啊，有时候比较臭美的时候就会喷点香水出门。最底下一层书柜啊，书柜的话啥东西都没有啊，基本上都是一些很无聊的书，没有，基本上没有简中的书啊，全都是繁中或者是日版的书籍啊，简中书不多，就留了两三本。啊，然后再绕回去，那这边差不多就是我目前整个房间的状况了。在这边的话已经是住了多久？两年了吧，从工作实习到现在，工作到现在快一年半了，大致就是这么一个环境啊。我是在尽量抑制住自己，不要再去买别的东西了。这个房间本来就这么大，再买的话就感觉根本都塞不下了，就在这边留个纪念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是什么情况啊。目前整个创作环境就是这个样子，非常的简单，一个人住的话刚刚好，属于这种标准的单身贵族的这么一个配置。行，那我们今天的水视频就做到这里了啊！感谢我们的工具人长进，行，各位拜拜。